好，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快点》。先来看一下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消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在长达对峙了一年之后啊，开始升级了。那么，《纽约时报》的分析评论就说呢，美中对抗还会持续十年，说两国的经济冲突目前还只是初步阶段。由于这两个经济大国在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声望以及财富，所以双方的对峙。 还会持续数十年啊，这是真的吗？那么这样一个猜测到底会不会应验呢？当然，这有待时间来印证啊，有待考察。但是有些东西就不能等时间了，于是中国官方啊就立马的快刀斩乱麻。中国官方的消息说，在五月十三号的时候，北京市的粮油市场的供应和价格波动应急调控预案就正式的。 印发实施了，那么这也是继生猪、蔬菜之后又一个生活的必需品的领域的专项应急调控预案。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通过调控啊来掌控、来制约的，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来的有点猝不及防了。比如说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汇率一直往下跌，最近是跌到了一个新低，即将破七了。 在中美贸易谈判暂时陷入了停顿之际，中国股市在五月十三号表现不佳，纷纷下跌，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也在走低，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新低。离岸人民币跌破了六点八八的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也跌破了六点八五的关卡，双双创出了一月份以来的新低。而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也贬值了。 六点七九五四元，呃，除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在低，那么还有哪些在低呢？还有就是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在下跌啊，一直跌到了二十年以来的新低点，或者说是最低点。根据芝加哥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在五月十三号公布的全球吸引外资投资情况的报告和这个排名榜。 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到了第七名，是二十年以来的最低。那么，对于中国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的原因，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年度报告就归纳了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中国内需的这个放缓；第二呢，就是出口的下滑；第三，是对中国企业负债水平的担忧开始日益增加；第四呢，就是正在。 展开延烧的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那么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除了影响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它还影响到了一些啊，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中国员工。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五月十三号的报道，就说美国软件公司甲骨文的中国员工就表示，该公司北京研发中心裁员九百人，占了员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那么这些员工将制裁的这个呃这个原因啊，就归咎于中美之间正在延烧的这个贸易战啊，因为受到中美紧张关系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工作也保不住了。 但是甲骨文公司没有证实，但是呢也没有否认裁员的消息，并且拒绝就中国的这个战略啊、呃、做出一些评论。不过有报道说，中国媒体就对甲骨文公司给员工至少相当于六个月的这个工资的遣散费表示了赞赏。但是员工担心呢，他们的社保缴纳款到月底就停了。在北京啊，这个社保与孩子上学还有购房权都息息的相关。 所以，这员工关心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工资和收益，更关注的，他就是他们在北京啊，在中国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和保障的问题。好，接下来看一下有关于六四的话题。星期天啊，就是昨天的下午，一场名为“八九民运和香港角色”的座谈会上啊，当年亲临天安门现场采访报道的一些文字记者、摄影记者。 他们都以亲身的采访的一些素材来回顾和反思了那样长时间。另外，前中共总书记的这个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啊，鲍同，因为不能够到香港去与会，但是呢，他也特别为这个会议发出了一封名为《六四随笔》的一个演讲稿，称中国人正生活在六四的制度当中。 报童就说：“六四不是过去的噩梦。三十年以来，中国发生了无数的小天安门事件。中国则表示说要处理好民众维权和社会维稳的关系。看来，这个中国民众啊，生活在一种政治的高压状态之下啊。但是呢，这个不光只是在中国国内啊，生活在中国国外的这个，呃，中国民众，他也感受到了这种政治的压力和燃烧。” 国际刑警组织前一哥啊，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的妻子，前一段时间就正受到了这种政治的压力。但是呢，呃，对他来说，最近传出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法国方面啊，已经正式的接纳了这个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为这个政治难民的身份。另外，格雷斯·孟也表示说呢，说这个法国当局庇护他啊，是给他和他两个儿子。 开展了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看来他个人啊，现在应该说这个石头是坠地了啊，至少这个安全问题是得到保障了。那么除了格雷斯梦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另外还有呃一一飞机的八十九个人最近啊也得到保障了。缅甸啊最近一个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机长。 以这种很特殊的方式，以机飞机的肚皮的着陆的方式，拯救了飞机上八十九名的全部的人员。印度国家航呃缅甸国家航空啊，一家班机呢在起落架发生故障之后，这个机长啊就以这个飞机的肚皮来着陆的方式，挽救了飞机上的全员。那么这也是缅甸一周之内第二宗的航空事故。 两一个星期之内，或者说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呃两起的这个故障，我估计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呃驾驶员的问题，驾驶技术的问题，估计这个机场本身是不是也应该做出更多啊这个安全技术方面的一些个调查和总结呢？呃，除了要调查总结的是这个缅甸的这个机场啊，最近这个英国首相梅伊啊也要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执政开始做一个总结了。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就说英国首相梅伊无法使国会通过他的脱欧协议，让政府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之后，他在十五号的委员会的会面的时候，就应该明确的交代未来的计划，当中就包括要确切啊他下台的日期啊。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啊，就是这个中国汶川大地震十一周年的一个公祭。 但是中国官方呢，这个维稳啊，是一年密过一年。五幺二汶川大地震十一周年之际，据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就说，四川失独家庭和敏感人士在十二号就遭到了中国官方的维稳，并且有遇难学生的家长前往学校祭奠的时候遭到了殴打。 而官方刻意的淡化这个汶川大地震纪念日，又限制媒体重提有关的话题。看来汶川大地震这个过去了十一年了啊，除了这个遇难者的家属这个心里面有切身之痛之外，这个中国官方仿佛也将这样一个呃纪念日或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历史时刻呢，看作了是中国官方维稳的一个敏感话题啊，中国。 政府这个敏感话题是越来越多了。上个星期我们在新闻当中就说到了啊，有将近这个三百万之多的这个敏感词汇。看来中国这个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敏感时刻，这个维稳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越来越多。何时能够止了呢？看来估计这个比贸易战的时间还会要更长。 好了，今天的这个《明镜快点》就跟大家播放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明镜快点》再见。我说我一直有一个念想，这个念想就是怎么把。 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就是把他们思想、把他们的价值观能够更好的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杂乱无章。所以，怎么建立一个啊，见不能算是任自由能能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又让他们的思想上的品质能够得到一个保障，这就是我建民进，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成立、嗯、了一个新的电视台，嗯，叫民进大家台。这个大家台，嗯，啊、呃，就是让大家来参与，一起来建设这个民进。 那我们现在怎么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